咁我本身係食咗素十幾年啦，希望不殺生嘅，咁希望可以間餐廳都宣揚翻素食個概念啦，咁希望透過素食一家嘅成分啦，更加多人會中意同接觸到好味嘅素食，同埋接受依個生活態度同埋理念。咁我哋嘅菜式都係標準菜啦，生態一啲嘅，咁希望大家接觸素食就唔好覺得素食係咁悶咁老土，希望都大家更加覺得素菜係好有新鮮感、好精彩嘅。日式秋葵烧饼啦，材料有金笋丝、木耳丝、芽菜丝、秋葵粒，同埋椰菜丝嘅。咁嘅做法就系将生粉去开水啦，再加只鸡蛋一齐去捞。咁跟住落煎 pan， 落油去煎啦。咁要好有耐性咁慢慢煎香两边，大概几分钟之后咧就可以上碟噶啦。最后加埋啲沙律酱啦，同埋我哋自家制嘅烧汁，加埋紫菜、芝麻就完成噶啦。